你们是南川中学优秀的学生，你们也把学校荣誉时刻记在心上。我现在请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，毛主席，我问你，你把学校的荣誉放到哪了？连一个校服都穿不对，我问你，你将来能做什么？哎，知道了，入列。我再一次问你，你把学校的荣誉放在什么地方了？你们高一三班，你们是想气死我吗？我都站你这边，你想去冒险，我为你感谢，知识太大还深浅，完成梦想的肤浅。你做什么我都站你这边，你写小说我做你的主角，开始到完结篇，说个故事关于永远。你给了我内心乐园的入场券。什么是好朋友？看到他跟别人玩得好，会嫉妒。给，带上这个，他就能逢凶化吉了，你就是他的福星了。谢谢。什么是好朋友？在乎他的感受。害怕会失去他。在他面前不用装作很厉害的样子，可以大声的笑，也可以大声的哭。我告诉你们，回去见镜头，我严肃处理你们，让你们笑，我让你笑个够。不愧是我模样。